赵丽颖产后气质大变，摆脱土标签，气场强大，当妈妈后更温柔了。娱乐圈中的八五后小花中们如今逐渐的在娱乐圈打拼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人气名利双收之后，也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在继杨幂、 baby 之后，赵丽颖、刘诗诗、唐嫣等也先后结婚生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回归众人视线依旧热度不减。近日赵丽颖拍摄的广告再次惊艳了一众粉丝，再次惊叹她在产后的气质也大变了，一身长裙站在光影中，姿态十分优雅梦幻，眼神坚定，还有着说不出的坚韧，虽然娇小但是气场很强大。但是产后复出的赵丽颖变得更霸气了些，粉丝调侃当了妈妈后赵丽颖洋气了很多，气质沉淀之后生了娃反而更漂亮了，这种现象还是很少见的。生孩子对女生来说本就是身材的一次考验，尤其是女明星想要恢复到产前的状态更是难上加难，而赵丽颖在产后的状态反而越来越好。